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 哦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2023年如果确诊 COVID-19 会有什么症状哦？这一波确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好像反正是 Omicron 的下一波了，忘了叫什么，是 XBB 吗？好像叫 XBB 啊，对。那我是第一次确诊 COVID-19 哦，撑了很久，到现在才确诊哦。那先讲一下我的背景哦。我是打过3剂疫苗，然后我是打2剂 BNT，然后再加1剂莫德纳加强针哦。那我是在6月10号的时候开始有症状哦。一开始症状呢是就是应该是发烧了，对，就开始发烧这样子。然后6月10号当天晚上就烧到了39.8度，接近40度。然后到了隔天早上起来量也还是39度，我还在烧。然后我是6月11号的时候有去快筛嘛，那我就觉得这次蛮不对劲的。然后就快筛，然后马上就出现2条线哦。然后6月11号一开始的症状其实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啊，就是说，主要的症状是头痛跟发烧啊。那头痛就会让你，主要是头痛、发烧，然后还有关节疼痛、肌肉疼痛哦。那这几个症状就让人觉得蛮不舒服，就是你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啊，就是反正人很不舒服就对了。因为确诊，所以一个人在这边打地铺睡觉，跟太太还有小孩子都隔离哦，以免传染给他们哦，希望他们没有被我传染到。然后6月11号的症状还会有一点那个叫什么？喉咙有一点痛，微痛，然后还有就是说有这个喉咙有痰哦，就是。还蛮厚的这样子，然后昨天6月11号就是蛮不舒服的嘛，一整天其实都没办法做什么事情，大部分都是躺着在休息哦。反正就是头很痛啊，主要是头痛啊，其实没有别的，头痛的还有关节痛啊，肌肉疼痛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发烧这样子，然后昨天6月11号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量大概就比较有降一点，大概到38.6，38.7这样子。然后到了今天6月12号早上一起床之后，其实然后烧就退了。那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发烧。那到今天六月十二号，其实到了今天六月十二号，其实我的基本上的那个什么，活动力基本上是算就算是恢复了70%哦，因为烧退了嘛。那其实烧退了之后，然后关节也不痛了，然后肌肉也不痛了，然后。就蛮可以做一些，就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了，就是不会像前一天这么不舒服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症状也没有说会让人家非常，也没有说让人非常不舒服了。那到了现在6月12号晚上，目前的症状呢，我是觉得说有一点点的喉咙痛、微痛这样子，然后还有点痰这样子，然后还有点微微的肌肉酸痛这样，那其他基本上没有了。所以症状我觉得算是轻微了，但是不代表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啊。我只是分享我的情况啊。那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我的背景那些了，就是我是打过3剂疫苗嘛，这样子。然后没有，然后我是没有慢性疾病这样子。那我昨天晚上就是6月11号的晚上，其实有去诊所拿药，就是去看那个西医吧，诊所看诊这样子。然后医生就开那个消炎，算是消炎药给我，然后他还有开那个退烧药嘛，就是备着，然后还有开那个止咳药水啊，还有化痰的药，然后他也有开给我这样备着哦。他是说过几天有可能会有这些症状出现，然后所以他开给我。那我是昨天6月11号晚上也有吃，可是诊所开始西药哦，然后我今天早上也有吃这样子，所以。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吧，我觉得症状不是
很严重了。到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左右了。目前就是喉咙有一点微痛而已，但是那个真的叫微痛啊，真的不像是我之前看过人家的部落格说，之前看人家说什么，他都会像痛到像刀子在割一样割喉咙，可是我觉得我这次症状并没有这么严重，喉咙就是微痛这样子。那至于说这次为什么会确诊呢？那我觉得主要有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是从今年大概三四月开始，我就开始在。常常在外面吃饭哦，就是在餐厅，不管是就在餐厅内用，在餐厅内用就对了。我猜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确诊哦。因为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们大概有2年的时间都没有在内用，对，都不敢在外面吃饭哦，因为吃饭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确诊哦。所以这次我会确诊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常常在。外面吃饭内用的关系，所以也不幸确诊哦。因为就听说最近也是有开始在流行的、啊，那其实有在流行的时候，你在外面吃饭，那真的是非常容易中标、哦。所以也是跟各位说，如果你真的不想确诊，你就不要在外面吃饭，真的。因为我真的是撑到2023年才确诊的，我之前都没有确诊过，虽然中间有几次很像，可是去快筛都是阴性哦。所以真的跟各位说，你不要确诊的话，你就不要在外面吃饭。OK， 好，那我今天是6月15喽。我目前的症状呢是喉咙已经不痛了，然后但是还是偶尔会有痰哦，就是然后偶尔还会小咳一下，主要还是还有点痰啊。那其他部分大概没有什么症状。那好，另外还有。我大概在6月13号的时候开始就失去那个，失去部分的嗅觉跟味觉，所以我现在吃东西味道都比较淡。哎呀，那有网友知道怎么解决的吗？可不可以在底下评论留言一下？我在网络上也看过有人说去买那个黑黑巧克力95%的，那我刚也去买了，然后还要买一杯那个柠檬汁来喝哦，希望那味道强一点，可以帮助那个味觉恢复。